哎，你比如说中国文化当中啊，呃，有个潜意识当中的尊卑，比如说你像西方那种文化啊，呃，也是因为他们他们可能一直比较习惯于这个记者呀、啊，或者是主持人呐、啊，呃，咱叫平等。其实咱有时候看着就是挺厉害，但是呢，他们可能习惯于从从小受这个辩论呢、啊、这种啊、呃，习惯于这样，就是要叫我说，就是都都梗着脖子说话。但是你看。 我要是碰见可敬的嘉宾，我就哎,哎呵呵，我这脖子都敬。但是我就觉得这是一种本能，就是我能够敏感地感觉到，呃，我们的一些呃人呢、啊，他也有这个这个心理上的这种弱势。就如果你这个主持人呢、啊、太强势了，呃，他反而被抑制了，他就发挥不好了。本能的，我会采取一个卑下的态度。 哎，如果碑下能够让他自信，能够让他敞开了说，其实你哎，我有时候觉得这个跟文化很有关系。我记得我有一次去这个呃澳洲啊什么的，在那个大铁桥上，那么一个咱俩一块儿走澳洲铁桥。 哎呦，<摄>你看你看看，处处都有咱俩的身影、哎。为什么？为什么你们曾经走澳洲铁桥，然后你们还曾经在什么地方游泳？在非洲的非洲酒店里、啊，<对>都是工作，对为什么都是不是都是工作的巧合？我合、哎哎、我我,我，我们俩更没法说。我们俩，我们俩在非洲，我还有还有个 Alice，以后再说。我们俩，我们俩太哦，不是 Edison，不是 Alice。 爱丽丝，爱丽丝，一个一个那那很很可敬的黑人女士，也跟我们发生过故事。那天那个毕飞宇老师跟我讲，就我们参加一个活动，他就说说我，我我说我告诉你，说但凡是作家，十有八九，你问一个问题，他会先否定，他说不，但是之后所有的陈述又都是符合你刚才讲的，说你记住这一点，说但是呢，其他多数，比如说一别的界别的公众人物，他都会本能的说是。 但十有七八，他说的是否定你讲的。嗯，我想了想，是有道理的。哎，你你讲的这个更引起我一个呃特别有意思的，你发现没有，马爷，很多人有一个口头禅，嗯，就是不是，对吧？聊天是不是？很多人口头不对，其实他下边说的跟你的没什么区别，哎、<呦>就是好逆。嗯，这个但、呃、你知道他是为了呃找自己的存在感还是什么？ 杠精吗？你指的是他不一定是杠精，呃，甚至有时候我也是这样，哎，不，就就像说，哦哦哦这就像呃说一个语气词一样了，简直就是很本能的，就是呃不，呃，你看，尤其是北京侃爷在一块儿，你发现没有？他他骨子里吧，我觉得他要争夺话语权，他争夺话语权的方式呢是不对，您觉得是不是有这现象？对他逆着说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可以继续延展话题。我给你举个例子哈、啊。 这节目已经死死去好多年了，可以说啊，做节目那主持人跟我说说，说马老师你来帮我们录个节目。那时候因为大部分人都对这个文物都不一无所知嘛，就把我叫去了。叫去了以后，景都搭好了，也跟这样的，那阵势大。最后说主持人说开始吧呵呵，开始吧，就坐着对说哈、啊。主持人说，我们知道粉彩是雍正时期创烧的。 我说不对，是康熙，哦，说没关系，咱们重来，<laughs> 说好了吗？好了，开始。我们知道粉彩是康熙时期创烧的，我说是康熙晚期，停。说怎么是康熙晚期？我说就是康熙晚期。说好，重来。我们知道粉彩是康熙晚期创烧的，我说是的。<laughs> 然后他说你怎么这么说话？我说我说我没法再说话了，我说什么你都要停机重录。嗯，我说我说了。 粉彩是，你说雍正，我说康熙，你就马上就问我为什么是康熙，对不对？嗯，或者你说康熙，我说康熙晚期，为什么是康熙晚期才出现？多好的话题，真实的对话。你把所有的知识点作为一个主，我跟那个主持人说，我说我告诉你，专业上不懂是你的长处，懂就是你的弱点。你假装懂没有用，给你写一堆稿子，你把这些点都背下来。 然后你又不懂，你只是这一瞬间知道，这对你有什么好处？但是马老师，这点我要。很多主持人，他一定要把这个这个知识先备好。这个这个特别重要，这个我其实我们都能够理解，因为这对于放到更多的这个观众层面，他会不接，他会不接受，会觉得你身为主持人，你的基本功课没有做呀。他会认为这属于基本的信息点，是康熙还是康熙晚期还是雍正？ 哦、没有这个，其实<对>这个其实呢，就是你在这个你的事业生涯的不同阶段，哈，嗯、你真的是心态会不同。就是更年轻的时候，我们是会装知道，对，但是现在我们会装不知道，对、嗯、对。对对有时候你作为主持人，你有时候是为观众发问，就是他要有兴趣，<对>他要有一些问话。如果两个专家之间的对话，你等于忽略了听众。 他，你说那都太高级，咱听不懂，所以就要有一头装傻。但是你不能请来一专家哈，你让专家装傻，你装不明白 <laughs> 这事儿，变成相声了。没错啊没错，哎，但是呢，这个跟这个这个我看啊，跟这个这个看的节目的人，嗯，也有关系。嗯，就是今天这个呃，人呀、嗯，人的心理非常有意思。比如说，呃呃，捧一个必须踩一个，呃，这样我能理解说话它就更有力。 对吧？就像妈妈说话一样，你这个，你看人家歌辉，对吧？就是他要表达对一个的赞美，他必须扮演对一个人的彩和。你知道，我发现很多时候主持人就扮演了这个角色，说你看人马爷说的多好，这主持人傻，这主持人提这问、呃，提这问题，<laughs> 对吧？我一看这个，我就想起我小学老师讲的一句话，嗯，世上没有愚蠢的问题，只有愚蠢的回答，对吧？ 不知道就问嘛，但是现在你知道，就是就像你说的，很多刚出行的这个这个主持人嘞，他就怕，说你怎么这么蠢呢、啊？连这个都不知道，连这个都要问，对吧？哎，于是他产生了一个自我表现的焦虑，是,是都会有的。我刚刚做这个名人面对面访谈的时候。 我比如说采访科学家，我也会怕，我就特别怕我不懂嘛，我就会看好多资料。这你怎么去看呢？真的就是专挑那个，专挑那个专业术语说。然后呢，这么说完了以后，那人科学家肯定表，哎呦，这个这个真好哈，你这懂这么多呢，我就心里就很踏实，就有这么多呢。真的，你是但是真不要考考数学的，是吧？这主持人不做，真的就那那个时候他说的焦虑，我有啊，我就就很怕自己觉得。 哎，浅薄了啊，没做好功课了，都怕。我们上上新闻课，老师讲的第一招采访招，就是你身为一个年轻的采访者，比如你去采访马老师，你怎么让他能够就是看重你？否则会觉得哦，你一个小孩问来问我，把你的问题当中罗列很多关于他的背景知识，这个背景知识跟这个问题根本无关。 他会说，比如说马老师，我知道您曾经上过什么什么学，在哪里插队，或者在北京，罗列一切，最后只是问你啊，今天您过得怎么样？以此来凸显，你看我对你很了解，你对我的问题你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我用过这招。所以你看现在的风气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就说干我们这行的，就包括有的记者，他把提问题来当成了表演的机会。一个新闻发布会哈，这可真不是个仪式的场合。我们这个。 穿的好我哎，我我就我，别像 <laughs> <laughs> 唱美声唱法似的，那个范儿起来了，<对>那个范儿对吧？嗯、就是所以你到最后采访和被采访的行为变成了一个表演。嗯，是他这个从小是这样，因为我去过一个小学哈，他有一个讲坛，他让我去讲讲这个教育问题，反正我就讲完了。讲完以后，校长说说马老师，你能不能屈尊，我们有个小记者采访团想采访采访你，我说可以。 然后我就到那休息室了，然后就进来三个小学啊，戴着红领巾。先第一个女孩冲上来，就把问题问死了。因为我当时是没有太大的思想准备，那小女孩上来以后，啪，先敬个礼，然后说：“请问马老师，你是怎么走上收藏之路的？” <laughs> <laughs> 就是一大而空泛的问题啊。然后我一想，孩子这么小，为什么要说这么大空泛的问题呢？我就说。 我是用脚走上收藏之路，讲得好。然后呢，就是你装成一个大人说话，我就装成一个孩子说话。孩子的逻辑就是这样，就是用脚走上收藏之路。的。然后那女孩，她可能认为我在调戏她。那女孩双泪长流，一下就让我就让我慌了，你知道吗？我说哎，不是这个意思。然后我再跟她讲，因为我我我这个儿子小时候啊，我那时候教他生肖嘛。 就是属什么属什么，他有那时候的感兴趣，然后他就上邻居家，一进门就说：“王叔叔，你属什么？”那王叔叔说：“你爸属什么呀？”说：“我爸属羊啊。”说：“羊下面是什么呀？”我儿子说：“羊下面是腿啊。<laughs> ”人逻辑是对的。哎、对对对，羊下面是猴是，是咱们人没定的，对不对？对对对对所以这就叫孩子的思维。哎，这孩子的思维有禅机。 其实有的时候从这里边能产生艺术，产生灵感，就是这是一种观察。嗯，我们成年人已经不会这样观察问题了。其实就是说最老实，真的够得着的东西。对，最老实的人上面是头发，你成年人会这么想吗？但是孩子多朴素，所以孩子的话，有的时候是哲理，有的时候是诗。我就记得小时候那个。 我让我女儿替我拿着那个咖啡，咖啡不是有托儿吗？等她还给我的时候，她就说：“妈妈给你咖啡裙子，就是那个小<托>小纸托儿。啊”妈妈给你咖啡裙子。是啊，这是。对呀、啊，我带她去滑雪，然后呢，她那么矮，我抱着她，把她那个下巴抵在那个窗台窗口上，然后看那个窗外，那个很厚的雪盖住了屋顶，她就说：“妈妈。” 房子冬眠了，对吧？ 就是一个四岁的孩子，毛茸茸的那种。对,对,对他的语言，在他形成的过程中，实际上是被成年文化不断的纠偏的。他本身是一个很真实的，就是说，羊下面就是腿，这那<对>是对的，对不对？对对人上面就是头发。但 <laughs> 我觉得，你刚才说那小孩就突然一下哭了，我我很羡慕他这种状态。我就我就他崩溃，我比他还崩溃。对，<laughs> 我当时恨不得也双泪长流，就跟他、啊、<laughs> 就对上了，把小孩伤害了，把小孩伤害了。但是我会觉得，你看小孩的本能的真实，作为我们大人，已经要把这个真实的。 的反应你要给他压抑住，就你当时可能，呃、比如说我，对，你让你小孩就是作为我们的话，可能会特别尴尬、嗯、或者不知所措。嗯、对，你想哭，你不敢热泪双流，嗯、你只能够，嗯、如果能够回到孩子那个本能，我此刻我也被伤害了，那我哭吧。我们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嗯,嗯，对。我告诉你还有一个问题哈、啊，就我从这个小孩问问题，我就说开啊，你们都是很好的主持人，采访过无数个人，问问人是个很难的事嗯。 你觉得问人家还不容易？你不是你多大了？哪儿的人？干什么？这都是很啰啰嗦哈。因为我我有时候做一些演讲，上大学干什么的，底下发问呢，基本上是大而空泛的问题，啊，你比如你问我中国文物将向何处去？该上哪去上哪去，对不对？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在公共。 这个场合提问的时候，其实提那问题都不是他自个儿的问题，是他设想了一个高点，从那个地方出发一个问题。所以我，我我现在就去，就是我其实愿意回答人问题，但是每次演讲完了都是这个问题。哎、因为人在那时候有一种表演型人格，他会认为此刻我我不是要问我最感兴趣的问题，而是问一个别人会觉得很牛不丢脸的一个问题。<对>那您曾经简单的说不够你发挥，没什么意思。那曾经问过您觉、就是、难不倒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是什么？<laughs> 我我没有，我我印象中有一个人特逗，呃，我那时候在在无锡演讲完了，第一个女的叭就站起来了，说马老师，我儿子也姓马，然后我就愣在那儿，我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laughs> 系你你应该说你<有>你你,你丈夫姓妈马<爷>，说么你儿子姓妈马。啊，然后呢，我这当时我就说，我说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吧，也哄堂大笑<定>。<笑> 哎呀，慌了！啊、<laughs> 反正这问题的开场对了还挺好的，就是拿、啊、这个就是开场嘛，<没了 S 1> 各种各种笑话。问的问题我已经不记得了，就是我真的是觉得，问问题是一个，呃，我觉得是一个基本能力。我们生活中，我老说跟生人交往，问题不能超过三个，三个问号以后人家就不爱理你，你得第一个问号你就把话题岔开。 最多第二个问号是吧？你比如说文涛，你哪儿人？你说我河北石家庄，石家庄我去过，啊，那地儿旁边有个地方，呃，有个庙什么的。你能把这话就扯开了，嗯，你哪儿人？石家庄你在哪儿读的书？啊，你读书以后上哪儿去了？弄两下你就不想理你了，对不对？问话绝对不能超过三个，这是一般交往的技巧，真是可以学的。哦、就是你在他问话最多第二个问号的时候，你要这个在他的这个话题之内岔开你所知道的事情。 对不对？你哪儿读的书？你说武汉大学是吧？哎呦，武大我去过，你们那个樱花特好看。你可以扯，怎么扯都行。哎，你说他这马爷啊，他这个人生经验丰富啊，哎、他就什么都有招了。<是>你知道我啊，就曾经琢磨过很多这个招。小时候啊，弄什么演讲术啊，是这些就瞎琢磨。最后我也烦了，而且我也发现我也不是那人。 我觉得我也不根本不会什么采访，也不会问问题。最后我，哎，我觉得我终于好像有点明白了，就是什么呢？还就是您说的，老老实实的，我就是我，其实就是存着一颗心。哎，因为我对他们特别好奇，但这个好奇是真的。嗯，我可能问题问的也是嘴里拌蒜。 所以你比如我我我现在要碰见一马爷对吧我我也不知道怎么修饰我的问题，但是我只是知道就是怀着一腔这个心意，哎呦马爷您这一辈子故事太多了对吧你给我们讲一个你的恋爱的故事我可能就现在我我提问题像导演，就是我根本不我就直接呃，就是目的就是咱直来直去就是我好想听你说说什么而且我这个从心到嘴啊是一致的。 是真的，我别人，你像我这个经常受人误解，老说我那个左拐右撅的给人挖坑，我还真不是。我说我哪有那么明白，我就是聊天的时候，你看你说了，我就想到这个了。嗯，我哎，这个真有意思，你给我说说这个，我都不会问出一个问号来，就是没有语言了，就是这个心直接，这个心意直接输出去那那种感觉。但如果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即便你对那个人充满了无边无限的好奇。 但是那种主持人的状态，那也很累啊。哎、呃，我是他恰恰想说的不是，就说我们不要状态，就不要技巧，不要方法。对，但,是但我的状态是我好奇，所以我就想知道，我就我对他们讲什么口才啊，或者讲什么，我不太明白这些，因为我觉得哪怕是笨着呵呵的一个人，你爱他，我觉得你你就会表达出来。 不管你是笨吃呵呵的表达出来，还是你是怎么样表达出来，人的有些人甚至是爱用身体语言表达出来，就他能感受到你的这个心。所以我觉得只有感情是真的。你一个朋友，你喜欢他，那么这有什么技巧不技巧呢？你就凭着心跟他在一块儿就好了。 那你、这个、但是因为你在表达的时候，你已经具备技巧了，所以你说只有情感。对，还有一个你说的这个问题，是你得跟他熟啊，你一个生人，这个很难啊。我们生活中无非就是亲人、熟人、生人三层关系嘛。咱们算熟人。如果我们今天四个人坐在这儿，互相之间既不知底也不认识，那今天是一尬聊，那就开始有没有本事把他聊起来了，就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共通的话题，这很难的。您有这本事。 没有，就是您这个是怎么练出来的？如果对方长得好看，就比较愿意愿意多说。<laughs> <laughs> 所以你看，你看，你看，最明白的是我吧？<laughs> 我有一年，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一个事儿吧。有一年呢，那个就是就前两年了，叫我说这好久不见了，说来家吃顿饭嘛。我说好吧。然后那天我去了以后呢，我们四个人多少年也没凑在一块儿了。那天在一桌子上说话，就我们四个人呱呱聊。 这屋子里还有好多人呢，那好多嘉宾女的都愿意我们上那桌，那多有意思啊！嗯，但我们四个人凑在一起呢，就就就这个什么了，话就落不到地上。就我们四个人聊天，不愿意再更多的人，然后就来了个女的，就说：“哎，因为她不认得我，她跟我不熟，她就不能说我，她跟手，就哎，别老在你们这屋桌，上我们那桌去。那那那那。那” 就说，哎，那他也不能说我不去啊。他说：“你你先回去，我我一会儿就回去啊。”但是他就我们这还说着就那么一会儿功夫嘛。嗯、女的就走了，走了以后说什么？说的就太是我心里话了。他说：“没目的，还就没得聊。<laughs> ”明白了吗？<laughs> 我说你在一个桌子上能把话题往下进行是有目的的，所以我每次这个目的。 我跟你说啊，每次马爷来，我主要琢磨的就是这个问题：目的、嗯、如何满足马爷的目的？目的是什么？你比如说，啊你过去过去你不了解对方的这个行业，你是在沟通中了这个会获取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我们今天是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天天拿着手机，你每天上去有多少垃圾信息哈？你都不觉得信息值钱？我们年轻的时候。 在一个局上，大家聊完了以后会高兴好几天，能知道很多东西。今天你所有聊天的东西，超不过你手机给你的信息了，对不对？你尤其就现在智能，你关心某一件事儿，你看过一次，它叨啷叨啷的就推你，就让你把它看腻了为止，是不是？嗯,嗯可是那时候不是，那时候你现在没有这个感受。所以说，那往往至少啊，聊天能够说呃比较厉害的人，至少有信息优势。 不管是他对以前对以前，不管是他瞎编的还是什么，<对>是吧？反正至少有有有 <laughs> 瞎编可还行，对，还瞎编的多了。你以为，<laughs> 你今天 <laughs> 你今天看的那个视频上的很多信息也是瞎编的，它<的>都都,都不是真实的。但是还有一个就是人的这个反应，所以我觉得就很其实很多时候，你想人的成败，很多事情的成败，就在于啊，别人说一个话，或者咱们就不仅仅说说话，你碰到个什么事情。 你的这个反应见真章，嗯，而且这个反应里啊，能看出很多。嗯、你看，我就听那个谁啊，那个李敖啊，讲过一个，哎，也是真实的，就讲这个撒切尔夫人，说，呃，有一次这个他跟他们那些国务部的那些那些大官们吧吃饭，吃饭呢，然后这个一个呃呃女服务员嘛，这个这个 waiter 上来可能给倒咖啡啊、上菜什么的。 一不留神，一个绅士穿着礼服啊，咵一下一失手，撒了这么一,一地。撒切尔夫人啊，撒切尔夫人，你想，如果是你，会怎么样？一般人肯定，哎呀，赶快擦擦，赶快擦擦，对吧？但是撒切尔夫人的反应是，第一时间毫不犹豫，扑上去抱住了那个女服务员，说：“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的。”这个地方看。 就说他知道这个时候最窘迫的不是这个绅士，嗯，最窘迫的是这个 waiter，最害怕的是那个最害怕的是他，他是最先需要安慰的，哎，我觉得这种反应确实太绅士了，太绅士了。要是您呢？我我有过这事儿，<laughs> 哦、真的吗？啊 <laughs>，讲讲。中国红酒协会成立，露天酒会三百人。 一百人一个长长台，白桌布，嗯，铺到头一百个人，三排、嗯。他们老大请我去，我做主宾。他他这个长桌一百个人，他坐了头我坐他左手第一个人。我上来就跟他说：“我说你们今天这服务团队质量差。”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一会儿你就会知道。”结果就该着哈，夏天在草地上，我穿一亚麻白衬衫，嘿，上来的第一瓶红酒。 理论上应该给我服务好的人是先给主宾，然后再给主人这两杯，他先给主人一杯，那杯就扣我后脖子上，了。就那手一歪，轰的就那一杯全扣我后脖子上了。谁让你刚才说的？我说一会儿你就知道了。然后呢？我一年一吸引力法则，真的吸引力，真的真的。 我我这会儿还什么撒切尔夫人老人家全都没有，<laughs> 那女孩撒腿就，哎不男孩男孩那男孩撒腿就跑跑了，这反应这反应，他撒腿就跑，<laughs> 啊、不干了啊不干了就跑了，因为这这太尴尬了。然后就过来一个女孩，女孩呢我就说，因为我知道这发火是没有用的，我不会发火。我说你们那个头呢？ 他看着我说：“他说我们头今儿没来，<laughs> 他他可能想说，他们那特大的头没来啊，不是不是这意思。嗯、今天你们谁领队？他说今天没人领队。然后我这事儿就把我给逼得得跟他讲道理了。我说你来来来，我给你讲一道理哈。我说现在我起身走了，嗯，主办方不跟你结账，这是肯定的，对不对？你这叫什么服务？啊？我说你现在第一件事跟我道歉，这事儿就没了。” 那女孩呢还有点愣，为什么呢？她不是她扣我身上的，她凭什么跟我道歉啊？她就不会处理，要处理说呀，我代她给你道歉就完了哈。 那我也不能走啊，那你都多尴尬呀！我就忍着呗。这后面一会儿就就露天刮着风，一会儿就干。亚麻布的是吧？亚麻布。那后边还是一朵玫瑰花。对。后来人家就来了吧？那天就所有人都问我说：“你现在穿衣服这么时髦？”啊，这花啊，后面怎么是粉的？成后面是个粉的。均窑。扎染。有点均油。那效果，对吧？我我这类事儿多了，能写一本书。我告诉你整天给人跳后脖子。我跟你讲，您您这体质也有意思。二零零八年。 奥运会开的时候，你知道工体这你都熟，工体周圈起了一大堆高级餐厅，对不对？哎、对，那全是外行人投资的餐厅，那餐厅全是外行人拿着巨款，那时候都是各种投资赚了钱开那个豪华餐厅，那餐厅都不贴谱。有一餐厅啊，我一进去，我一进去，我说这一外行设计的餐厅啊，你知道那餐厅为什么为什么是外行的？他在整个餐厅里跟迷宫似的设计了大量的水道。 餐厅是不可以的，因为有人喝酒，一脚就掉进去了。啊嗯、结果它的水道都这么宽，然后都流着各种流着，但是它设计的跟迷迷宫一样，水是走近路的，它不是按照你想象的这么来回来去走，嗯、哪儿近走哪儿，它就会形成有死水。啊，啊由于餐厅的油性大，两三天不动就一层膜，一层膜那水就看不清楚了。嗯,嗯哎，哎，它不反光了。对呀、啊，然后呢？ 他这个有一个水道呢，是贴着墙根儿，贴着墙根儿，因为你不反光怕掉进去，也许以前掉进过人。他呢就把这个这上面骑着一个案子，搁着俩沙发，结果呢，他沙发和案子之间有这么大一空隙，哎，就这空隙就能让我掉进去，我怎么掉进去？你知道我怎么掉进去的吗？哎 那时候特别喜欢装修啊，什么各种事儿。我就说这房高还挺高的，大概有三米五。那人说你怎么知道三米五啊？我说嗨，我有招。我说我过去，我我伸起手是两米二，你看我上面还剩多少？就你目测不就我说的差不多吗？嗯、这时候我就必须走到那个墙根儿那儿，我刚到那儿手还没伸呢哈，先矮了空了就空了。空了 <laughs> 那个水绝对有四十公分深。 然后我就一下就踩到底，穿皮鞋，你知道吗？关键脚崴了没？没崴，没崴。这事儿我就说，我说大家都不要惊慌，我出来了，今儿咱们免单了，就白吃一顿。我先这么说啊，坐下来吃饭。嗯、吃完饭以后就剩来这个结账的事，因为我说了要免单，出了这么大个事故，理应免单，是你们的设计的问题，对,对吧？我来了，然后服务员我说你看啊，我刚才掉水里，你们都看见了吧？我说今天免单吧。 然后马上就出来一个男的跟我说：“说马老师，我给你服务过，说呢我们经过这个慎重考虑呢，我们今天给你打个九折，<laughs> 这么抠啊，太抠了。”我说是这样，我说你错误理解我的意思了，我不是跟你讨价还价，啊，我是今天要免单。我说对你们错误要有一个惩罚。 哦，oh, 对了，我还漏说一个细节。当当时我为什么要免单呢？是因为我掉下去的时候，一个女服务员冲上来说：“谁让你上那儿去的？” <laughs> 她说这一句把我给弄惊了。有点当年本店<对><他>本店不<他>不,不会打骂顾客。对<吗>对,对，他呲的我一句，让我免单了。<laughs> 然后呢，然后一会儿他们就进去商量。啊，那时候那餐厅人不是特多，他是唱的，又出来一个人。那个人呢就不是就。 好像是新加坡的，因为他那说话什么管理人员那时候都请的高薪，来跟我巴拉巴拉白白活半天，又打了一折扣八折，然后我说这是这样哈，我说现在咱俩已经进入了一个误区，<laughs> 咱俩在讨价还价，<laughs> 我说这样，我现在满额付你钱，但是你要把过程给我写下来，说客人掉水里去了，<laughs> 对对对然后他说那不行，这那我说我是不是掉水里去了？我穿衣皮一皮鞋。 试着吃一顿饭，你以为好吃啊？那顿饭我这半截我就想走了，<laughs> 因为我请客，我走不了嘛，对不对？然后我说那就这样，我现在把钱交给你，你给我写个单子。客人掉水里去了，他不给我写，他说不给写我就不交钱，不交钱呢，我要只要往外冲你就报警，报警以后呢，警察就会写，因为警察说你为什么报警啊？他掉水里不给钱，这时候我会把钱给你。嗯，哎，有个证人，嗯，那人看半天又回去了，去商量一会儿出来说，王老师，我们就。 决定就今天免单了 <laughs>，就免单了、啊。你瞧瞧、啊，你知道我那顿饭吃的有多亏吗？<这个 S 1> 那顿饭就是没多少钱。不是，就是您为这免单死多少脑细胞啊？嗯、这家伙，这个这个心思。我以为做出来一个那个服务员说：“ <laughs> 马老师，我给您服务过，当时给您倒酒，我跑了。”变成了斗智斗勇啊！对对对，但是我我认为呢，这种事情都是为他们好。你知道那种就这种流水的槽子那么老深。 都有可能把人腿别折了，你要喝大了的。对对，那个餐厅的老板是我发小。哦，怪不得你看看你看看，怎么怎么没事儿？播出的时候把这个这俩字给抠了，就哔哔两声我希望他看到，我希望他听到。